在运动场上，选手除了比技术，心理素质更是决胜关键。对于中信兄弟投手廖以中来说，日前他总算克服了自己的最大心魔。7月28号，面对本季五度交手却从没赢过的乐天桃园，廖以中交出6局只是一分的优质表现，不止帮助球队4-1赢球，还获选为单场 MVP。很爽啊，就是请大家很久没有请大家喝咖啡，我觉得是让自己的头脑比较轻松简单，因为前面几场可能就是给自己太多的想法，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后面就觉得我没被打爆，其实算已经算不错，因为连续6场全部都是打我的球啊，我也是丢他们，然后导致。要好球的时候没好球啊，不要好球的时候就投进去。这得来不易的本季第二胜，也是廖以中在暌违83天之后再度尝到胜投的滋味。这期间，他曾在二军调整时气自己表现不好，也曾在重返一军之后被对手一举打爆。好在一路上都有投手教练佛斯特担任他的心灵导师。那时候在二军投的时候，我自己没有觉得很满意，然后他跟我讲说，既然都在这个地方了，就技术其实。只是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时候会不一样而已。啊，基本上是就是，大家都是心理的比较重要。Losses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somebody pitches bad. Loss is just an outcome. Last night, kind of everything I guess kind of clicked for him. You know, had a good curveball, had a good slider. Everything's coming out of the same slot. Not trying to sell the pitch with your body, using your arm. Just you know, keeping it simple and staying through the ball.走过上半季1胜5败的低潮，廖以中下半季首度登板就迎来好的开始，期待克服恐援症的他能把这股气势延续下去，让大家看到更多他的精彩表现。 YTV 新闻采访报道。